职场社交小 tip 之狮子座。狮子座受到太阳的守护，就算有害羞的表情，只要给他足够的注意力，就要尽力发光发热。一旦伤及自尊，就会突然涨红脸，或者态度强硬起来。如何快速分辨狮子座同事？一，眼神坚定有优越感；二，说话不紧不慢有威严。ขอให้คุณใช้โอกาสนี้ให้เต็มที่ก็แล้วกัน。三，天生喜剧天赋，爱夸张和渲染。是爱面子怕丢人，你想起谁了呢？